不是你自个对象都没有，你管我干啥呀？不是你属虎，你对象也属虎，他比你大一轮，你脑袋咋想的？那我就嫌他真恶心。你现在嫌我磨叽了？你从头到脚，从小到大，哪个不是我管你啊？对呗。哪个不是大哥？什么玩意儿？你搁那对呗？你谁呀？大耳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拿破手又录什么？不是，哎，你俩啊，确实跟说话跟我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耽误我上车了，懂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你车呀？啊，你这个车，我一个月上班买好几十台。你把嘴闭上。买好几，不好意思吧？哎，我问一下他多大？他呀？他21，小孩，别跟他。啊，你真的？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帮你说两句啊。哎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小孩，你刚才提爱情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啥叫爱情？来，你管谁叫小孩呢？我问你啥叫爱情？你说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就是爱，你能明白吗？啊，这就是爱了。啊、哎妈呀，你俩生活过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嗯，没生活过。那我问你，你有经济基础吗？他有。真棒，你真棒。我来问问你，你俩三观合吗？还是你觉得爱情很廉价？哎，不是，合不合你要棒啊？啊，不是，他说话就一直这样吗？啊，也不是，反正，嗯，继续吧。小伙，我问你，他跟你啥关系？你俩？我姐吗？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你姐，你就跟你姐刚才就那么说话啊？你对吗？你小钱被欺负，谁给你出头啊？小伙，我姐呗。啊，你姐，你小钱家里人后谁给你背锅呀？还是我姐啊？你还知道这是你姐呢？这么照顾你从小到大啊？你他妈你不跟我一套号，你他妈不混吗你啊？去给你姐道歉去。道歉我不去，谁爱去？我让你给你姐道歉，道歉去，快点的。对不起姐，没吃饭吗？啊，大点声。对不起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有时候这小孩儿你就得管着点儿。当姐的说话有时候比当妈的说话好使，知道不？谢谢你啊。行。哎，这看啥呢，小伙？看看咱。走，慢点玩儿吧。走吧。